高地位，周琦来了，好球，高举高打，没错，我是觉得周琦之所以是联防，大家都防在这个内线往下收的很大，而新疆队呢并没有站起来，所以这个新疆队这段时间啊应对的很好啊，自信心都投出来了。他们基本上都是中远距离命中，是周琦命中三分，三个三分球。嗯，对方这么遮天蔽日的防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机会了。到了，塞，周琦的这个欧洲步啊，幅度之大，令人惊叹。我看到你球传的下这一刻，这个球的机会在哪，我就很清楚了。篮下多快，强突，哇、哦，直接的一个战帽，24秒。周琦传漂亮，需要防到三分线上，就影响了他回到这个球，可以看看周琦进攻威胁点呀、啊、一个进最后一攻7秒6秒往篮下掉，周琦来了，造成犯规，这球自己抢，哦、周琦漂亮，得到三分，也单节当中，昔日丽江能否送出至少一次助攻？传得好，跳，传到前场又是一个三打，再往下冲的，这又换了新人。周琦外线。好球，没错，没有延误对手进攻的这么一个嫌疑。但是我在比赛当中